南无本来弥勒尊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诸位友人们，大家好！啊，欢迎啊，诸位来到弥勒净土世界来共学法缘。今天也说的是佛道真传，就是《金刚经》知识说并说弥勒本愿。因为《金刚经》我说过了，就是大家要修持一定要以《金刚经》和《心经》为主，而弥勒的本愿经呢，它也是修持的一种，但是是本愿，它是本的就是度脱这个众生而来宣说来讲的，而希望有缘人啊，希能够真的体会到啊，弥勒如何来教，哎啊，不要说教大家了，就是来告诉大家我们如何来修行，才得到真正的啊究竟的成就，不是啊，我说过了，不是光说这个以文字上来推理，因为你说知道佛吗？我在前面讲的佛就是要悟道，就是要觉，你这样是如何来觉悟，把你这个我们心里头，我们这个色身里头这个第八耶阿拉耶识里头，我们这个心事还有这个不生不灭，我们这个园林，把它这个就是我说这个就是自己的佛性，就把它能够把那个把它开凿出来了，就是能够使我们自己的本的佛性能够返璞归真这是也是佛的本意。所以说佛说众生皆是佛，其实这是佛，你就是有佛性就对了，就是众生是平等的，不要一味的，什么佛它是无量法门无边，其实大家都是佛，只是你自己对自己有信心，而能够体会到真正弥勒的苦心，所以。人家常讲，弥勒在几百亿万人才能够下生到那个的地球村了。其实弥勒本人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他常住世间呐，就是以我们来讲了，我说我今持弥勒名，先说弥勒是本愿，我们就是。以弥勒尊来跟大家结缘但是人家在心目中里头，我一定是在腾空的吗？这个光芒万丈我是无法无边呢、告诉你，只要我们色身就是要修行这个真正的这不是说因为我说过了，只要你这个我们在这凡世间就是凡夫嘛，就是以色身来修行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好处，而你证到了五蕴皆空你真的有在修行，知道了我们是内心世界是如此的不像只是，所以佛在金刚经里头讲的说我们不要有这个断灭说，修学佛的人不要断灭说。断灭是什么呢？就是就像那个那蜡烛对了就对了，你把它烧掉就完了，就没有了嘛就是没有了。但是人不是我们是借这个色身来修持来把我们的佛性就开凿出来。没有的话你这一段
这一道灵关你没有把它挖掘，你没有把它证到的话，你还是永远是在那个黑暗里头啊，在那边。真的，我看到有过世的人，真的他是连阳光他都不能够，就不能够看到。哦，有那个阳光，那是阴的嘛，所以人家说阴咩，哦，就是阴的嘛，他们还要撑着伞，然后走起来还是这个到处还是晚间才能够跑出来，而你是证到了、学到了，真的你就是有，就你自己本身的一道灵光，你就能够有这个光芒，你也跟佛是一样嘛，就神佛一样嘛，你哪个地方你可以去呀？所以学佛就是在这里，我们修持就是在这里，而我们修要如何来修，就是要一定要有真正的善知识，这佛经也讲得很清楚，但是现在人好高骛远啊，什么大法师，什么大法王啊，什么，我不是说他们是证到了没有，我是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不要说好高骛远。而现在，我说在这几集，你说要讲的也是这样，就是佛说，500年后的500就是5个坚固，这个5个坚固到现在是2000多年了，而佛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到现在已经2630几年了，所以日子过得很快，他也交代很清楚。500个坚固就是以500为单位，就是一个时期。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因为到这个末法时期，他也是指示大家到这个末法时期要如何来修行才能够成就。而大家修行就是为了成就，不是为了好玩，对不对？我看现在大家是为了迷信，那迷了没有办法，正信还可以，迷信更糟。迷信比不信还恐怖，我说了，有人说这个迷了56亿7000万年后才下生，还像是在这个印度里头成佛，这个怪了，什么佛一定要到下生到这个印度来，印度是产佛的专利品，所以说这个佛经绝对是。被扭曲了很多到那个时候再来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是为玄觉第五尊，金刚经他那他也不这么讲了，我也不是这么讲了，实质这个这个弥勒那下这个上生经下生经还有这个扁念经他讲的一塌糊涂我是认为迷的，我看一看看就清楚了啦，真的啦，告诉他这个绝对是不是真的啦，现在的神话小说小看的太多了，真的，我们修持是一步来不要迷信但是就是为了造善，就是要善心善念才能够成就，而我们修行的人一定要众善奉行，我在后面有人也一能够介绍我们如何来修行才能够成就，我们如何来不是说观迷信观追随这个大法师还有什么大法王什么东西的现在捏造了一大堆金刚经说的如是灭度无量无边无数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以上可见嘛说过，所以人家在那个弥勒经里头他说我56亿7000万年他下生再来度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其实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了，可见一下弥勒这个经里头人家讲的是人家讲的了，不是我讲的了有人刻意的扭曲了甚至于敢说严重的就是篡改佛经了他因为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是
挥毫半华嘛，啊，这挥毫半华嘛，那以达到他们的中美的啊，中美的这个野心呐、啊，人就是这样，我在是我在下我也在讲啊这个爱因斯坦这个西方国家啊，这个是别的教这宗教他也有这种心理的。啊、哦，这个就是人的注视，这是人的玩心，没有办法啊、哦！弥勒本愿饶益众生类，常愿治世间，啊，这个也是弥勒这本愿经，它是本愿，每一个人每一尊佛都有他们的愿力，而现在大家所提倡的就是念佛生就是。成佛的啊、往西天啊、极乐净土极乐世界，这个也是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呐 所以还有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本愿他也度这个众生啊地藏王菩萨他也是这样啊，但所以有了这个本愿，所以他们常住世间，而以释迦牟尼不是，而以弥勒尊佛、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不是是观世音是菩萨了，大家也是怎么样？因为我再三在很多强调了很多次，只要我们在这凡世间里头来度众的，可以说全部都是这个菩萨而已。而佛他们是在一真法界哦，他们到他们的地方去了。就是这一真法身，而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有观世音佛啊，他是正法明如来啊，哎，这个是远古的佛、啊，那释迦牟尼佛，他有时他的老师也是大释迦牟尼佛啊，哎，大家对这个佛一定要有真正的知道那个欲气，就是这个如何啊，我说过了嘛，这个地球村里的，还这个宇宙里头。这个空间有几百亿万年的了，现在是以前的微尘劫，现在的弦劫，每一劫以后的星宿劫，你看有多少的佛？但是佛是对，但是尊佛的话，就是以教主来讲就对。而释迦牟尼佛，他要到娑婆世界来成佛，他是为了就跟这个。他的也是他的任务嘛，他是来这里成佛，他也原先是住在这个多帅天里头啊，多帅佛天里头，啊，现在就是那以后就是交付给这个弥勒尊佛啊，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世，他完了，他任务了，克涅槃了，他完了在由每一尊佛来度世，所以这个佛我们一定有从它的起源、源头，还有它的任务，还有这个意趣，还有这个意识的意趣，都是要知道啊。而微尘劫的佛是日夜啊灯明哦，他们那个佛的时候就好玩了。他们一个佛教这个教主就九月有20000个佛都是这名称。啊，就是直接灯明佛，啊，到我们现在，啊，这个贤劫里头，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好、啊，那弥勒尊是第五尊，好、啊，所以要把这个搞清楚弄对了，啊，而每一尊的佛都是很殊胜，但是我们总是我们就是佛教嘛，学佛嘛。我知道佛很殊胜啊，真的、啊，你证道的话，你就是这不要说哦，好可怜哦，那、回去了哦，就是我说台湾啊等你啊，回去了就是晚生的啦这样自己啊那迷迷糊糊啊眼睛睁开来啊，那个他这个我说这个住信里头的佛，这个不生不灭这个灵光啊。跑出来，还是不敢向前迈一步啊！这慢慢的来适应了、啊，还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他能才能够往哪个，那越是从哪到哪个地方去。二零真的修了佛了，不要跟你讲，不要七七四十九天了、啊。哦，我这个我说过了，哦，观世音菩萨交代我的，就是观音妙法妙一点，观世音佛交代我，就是观音妙法妙一点，你就知道你哪个地方去了。我现在的人才怪呢，邪佛啦，哦，他本身就要跑到那里呀、啊。没办法，一定要有一定的佛来，不要说接引啦、啊，我说过妙佛啦，你就是你有那个成就了，哎，是你就到跑到那里去了。哦，人家人都是哦念佛成佛了，哦，只要这个念力够啊，哦啊，你到哪里就可以。我知道，我讲个例子你就知道。我现在想到到美国好了，现在想的人在这里呢，哎，说那么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总是要羞耻吧。好，我说好了，这个弥勒虽住多帅佛天，分身千百亿，时时是十人，十人自不是。他常常的告诉我，我是弥勒菩萨啦，我是下来度众啦，希望你能够到多帅佛天在那里再一个休息。哎，多帅佛天，因为佛教就是这么妙呢，说要度。处理三界这个火灾，但是他没有跟你说多帅佛天也是一个热土啊，他不这么讲，也是一个净土，他就给你写个叫做散地啊，散地你听无？散就是，但是这个佛经来讲，它是散是快乐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个啊佛告诉优婆离，优婆离就个说多帅的哦，这么奇妙的世界。所以很多东西你一定要了解啊，不了解的话，有的我是有心人，他就是这样写的啦。说这个多帅佛天是这个三界的散地，什么散地吊伞的伞、啊，哎，不是，那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净土，也是一个极乐的世界啊，所以它是极妙乐，这个多因为多帅佛天还好写啊，好玩呢。你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弥勒尊龙，他能化身千百亿的这个天尼来跟你讲经说法。而你真的能修行到升天的话，我告诉你哪个地方都很好啊，不会说什么时候退斗什么，那个是在跑到那个外道那个魔道去了。你真的是学佛的话，你这跑到我们学佛就是有大佛来接引你。哎，我到那个天上去啊，看了很多啊，就是这个我们欢呼你上去的，在那里修行的，听众神菩萨，就不是要说神啦、啊，是观世音佛啦，还有什么弥勒尊佛，他们在那里为大家讲经说法、啊，真的啊，这个话不能乱讲啊，我今天在这里跟你讲，不是说乱讲。你到那里说哦，这么殊胜，哦，观世音佛啊，好吧，观世音菩萨好了，就是坐在那个那么庄严的道场哦，下面哦，但那还有很更妙的，我们到那个地方那里不要走进去那个道场，本来在外面看得不起眼，你进去的话哦，怎么搞的，人一大堆，这数不清，所以这个是观，这个是妙法，佛的妙法。所以我说玄华妙华为妙华自然华、啊、不是学问啦、啊、告诉你啊，学问我也是没学问，我是小学毕业而已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是要证得的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了哈、啊、我说过了吧那个有些人说到那个五十六亿几千万的那个那个弥勒才去下生来度众生啊，这个六祖坛经他说助信助度名为真度，好、啊、助信助度名为真度啊，这个很讲的，你知道助信助度嘛啊，我说过嘛，没什么东西不是助信助度，哦，释迦牟尼佛他也不敢说我牵着，因为大家都要去助信助度。大家要去这个修，而且行，
不是练一练就能够成偶，没有那个啊，天下没有这个白吃的午饭呐，敢告诉你啊啊，你有没有把你的东西啊舍尽了，舍空了啊，修了？但是修行很简单呢，不要我说，就说了一大堆，你认为很困难。其实修行是很简单，最简单不够了，但是这个重心就是执着，哦，执着的很厉害，啊，所以说是变为会挥法了，啊，这个的金刚经里头所讲的，这会挥法就是这样，你太执着了，太厉害了，啊，就是变成没办法了，会挥法，但你告诉你就是没办法，你假如有办法，很简单嘛，啊，就是住心住度，啊，听人家讲，啊，听善知识来跟你们讲，是为你们一步一步的来讲。啊，不要说看那个大仙的大孙的啦啊，大仙的大孙他是不理你的，他是哪里啊？告诉你啊，一切众生本性常灭，不复根灭。文殊菩萨问世尊：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如何？哦，文殊菩萨这个，哎，你说菩萨就是不好吗？文殊菩萨他是七佛。啊，七佛诸的老师呢，诸师呢，啊，文殊师菩萨还做过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呢，他还以前，这个佛很多尊都是他的弟子呢，啊，他问世尊说，啊，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如何？世尊曰：性本清净，无生无灭，故无众生得灭度，无涅槃可道。此皆归之众生自性耳。我说过嘛，大家都是有佛性嘛，就自性的。刚刚所讲的，大家都有佛性，自己去修炼，自己能够把它成佛。啊，你能够到哪个地方菜市场抓一个说，我把你渡到西天去啊？渡到这个一真法界啊，西天还是要到西天是一个世界，还是只是一个净土而已了，还是要修行。你把那个弥陀经你拿来看看，还是要饭食精行，饭食精行就是要吃饭要念经哦。那念的那个是哦，也是很多菩萨在那里啊、哦、这个阿基巴地。阿兹巴底就是这个阿兹伯巴底就是这个菩萨啊，啊，他只要由佛经讲的，你要是他那个写的，他是什么东什么意思啊？那你很多是也是佛菩萨啦，啊，我们到那里成佛菩萨，这是也是这样，所以就哪个地方都是要学习，而我们修行也是你就是你看哪一尊。佛你我认为你跟着他最有缘分最有啊，你就好、啊、跟啊能够皈依在他的弟子啊，来这样也好。但是从古到今，我很啊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希望都是需要升天啊。人家说升天，有些人说要退堕，退什么堕？你若能够升天，就是有这个不退堕的心，就是一定要修行的人嘛。没有，没有这个住持不好的，他能够到那个地方呢、啊？不是善住持，他不是就是为善的人啊，这是这人，他能够就善继位，既有善根的人啊，他能够升天啊，这不简单的、啊，你升天了，那当然就是在于那里再一步更修行的更好，你以后成佛也是在可以在那里。这个道都在佛天里头、哦、你在修行里头你可以成佛，还可以一个关再上面再一层的 来走，就是这样、哦、好。若人欲了之，这个华严经讲的、哦、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性为心造。虽然是唯心造，我说过了啊，心造，但是我们不要说是浮华了，浮华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心，就是不要说不思不识就对了啊。
就是要实实在在啊，心我们种到哪里，我的心念到哪里，种到哪里，不要妄想啊。妄想的话，只要说妄想，念哦念，你的心念到哪里，那个念头很好，但是还是要做啊。举个例子，刚才讲了，我希望到美国了，我要心是在这里，念是在这里了啊，所以说。心念是心念，还是要实实在在的做啊？还有，负重各有心啊，影响无诈欺，言无造化功，群生自造化，无量无是无边众生者，为起无量无边无是烦恼也。得灭度者，即皆悟，心无其舍，无边烦恼转为妙用，故无众生可灭度也。哦，我为了这个人家在佛经里头的所讲的经典里就讲的说，弥勒经就是还要几十亿万的理由才能够他度这个众生，我找了这个资料，很多啊，他说，为什么呢？啊，这个大家其实这个造化因记的啊，这个一本那个经里头啊，这叫做造化因记啊记啊，他说什么东西？不可以啊，没有法所影响，也无杂机啦，什么东西都是由自性嘛，我要言无造化功嘛，这个是群众的心是自己造化来的啦，没有他，就是无量无边法的什么啊，这个的前世众生的烦恼啦，他是讲的啦，得灭度者就是能够灭度吗？能灭度的话呢，你就是觉悟了嘛。那觉悟的话，你就是佛 啊，无心无其舍啊，没有什么心呢，就是你能够你把你的心给舍掉了啊，你就成佛了啊，外空内空，这个人法二空啊，就是空掉了，你就是成佛嘛啊，这个东西呀 就是一定要自己去做，不是说人家说说讲讲，这个事情一定要去证的，自己要去修行，这才是对的。何况56亿7000万年以后，这个娑婆世界下生说，说人生已经成为净土了，那成净土了，何惜？就是他哪里还需要弥勒下生来度众生呢？净土了，大家都跑到那里去了，哎呀！还来度哦，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觉悟了嘛，这个能够一个净土的地方，就是有火的地方，那个火的地方就是很殊胜，没有杂染啊，这佛经就是这么讲。所以你到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说很美好了，一定就是有十方的佛寺佛在那，然后的净土嘛，所以说。你在说几十亿万的这个有点说不通了，对不对？不是我自己讲说不通，你我看你是聪明人，还是简单是怪怪。而佛灭度后，就有这个讲法啊，知五个500年即2500年后的无堕真坚固论。他有这个五坚固论的，就是500年一个论，为就是一个500年，两个500年，1000年，那1500年，2000年，2500年以后就是这样。他有一个论点，我下一回会慢慢的跟各位来报告。而今天为佛灭度后呢，这个为什么他佛会忧心，就是到最后这个戒定慧，这个佛的我们学佛的
很简单啦、啊，在讲了一大堆，还有什么？我说喉咙啊，那弥勒菩萨的，那个瑜伽师地论，他写了好多好几千页哦。这个我真的讲的也没有多少是论到哪里的啊。很简单的是三学啊，这个六度啊，这个差不多是这样啊，还有这个十二因缘呐，还有十八戒呀、啊，一个人就是这样而已嘛，啊，而戒定慧三学在2500年后它就被遗忘掉了，这个佛经的它也是有这个论点，不是说随便讲讲啊。三界已被人遗忘，唯以斗争为能事，是增长学见的时期，而也即是现在的时期，也见末法时期的端倪。好、哦，我说过了嘛，啊，现在这个实在现在是大家都在这做 party 的啊，而邪火，到时候就是有一大堆的人。几十万个人更好哦，这个更庄严。庄严非庄严，市民庄严；庄严非庄严，市民庄严。这佛经的是这样，只是我们内心在庄严呐、啊，啊，不是看的哦。现在的人呢、啊，把这个钱呐、啊，拿了一大堆来盖个大道场啊，大的佛院呐、啊，啊，你看今天最近的报纸里头。皆有一大堆，啊，来痛苦的人一大堆，而很多人就是哦，这个大佛哦，这个大道场，我们再来哦，这大布这来个布施，他这个布施把这个布施的意义全部都搞错了。我跟大家讲，布施是对了，不错了，但是我说过了，这个我们的智慧。这个慧就是般若嘛，啊，般解嘛，你这个般若的人就是要应用的好。佛经也讲中道，跟你告诉啊，跟各位报告，这个佛他们同样讲的也是中道，而不中道的话，以前释迦牟尼佛他修道的时候，他也是哦，他心想怎样就是全部去做，一天吃一粒这个栗子喝了。他想学，但是我们还要借我们的色身来修持啊。你这样哦，这样能够苦恨啊，就能够成就也是不行的。很多东西，你要不是要你成就你自己，也要成就大家，就是要告诉大家啊。所以，但是也不可以说哦，全部哦这个众生的东西，我们十方这个大众的。钱我们来庄严我们自己，这也是不对的 啊所以说增长邪见的时期嘛，哦，还有什么啊？外国的月亮会比较圆啊，外国的和尚会念经啊，完蛋了这个，所以我连现在的人啊，搞不懂了。好啊，后面我们来讲一段我们如何来修持也好了哈，当不知了哈，无论。修哪种法门，礼佛念佛总一定要有特定的佛，而一定要有礼佛，也一定要你有自己的，就是这个你的师尊啊，还有你的主神是哪一尊啊？我的讲简简单的哈、啊，我的个主公啊，我也是观世音佛。而我本身的，就是弥勒，哦，我佛祖呼叫的参礼，而是弥勒本名，弥勒当来，弥勒，啊，尊，这个本名师，啊，我也一定要这个来礼这个佛，啊。所以一定礼佛念佛，总要有一定特定的佛啊，为我们的做依归处嘛。你没有依归哪尊佛？哎，佛一大堆了啊，而是大家这个这一次我们眼睛看到了哦，现在来讲经说法，因为他们有他们现在的任务
啊、哦，而为什么是啊、哦？南无当来弥勒尊佛，就是尊佛，就是他是前劫的第五尊佛，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明白很明了。而一定要有，不管是哪一个教派，一定要有一个尊佛，啊、哦，这个很告诉的很大家很清楚。而我们一定要跟佛的脚步，能带才能够就近，啊、哦，才能信相坚定，啊、哦，才能信相的，啊，而才能护持我们来修行，才不会退道。我们要修行，一定要就是佛切呼请他，或者啊，南无观世音，啊，佛啊，主公啊，就南无东来弥勒尊佛本灵师啊。这样南无就是我们就是皈依的意思嘛，就是他们来给我们的护持，啊，哦、啊，我们更妙的就是还要偷偷的告诉你们，你们哦呼就是呼请他们来，哈、哦、啊他们来的话，我们来做个佛事，这样我们来禅坐也好，啊做个什么也好，这样他们可以你假设你这个功夫到了。你持戒好了，你什么都舍了，功夫到家了，他可以给你加恨，真的就是加持了，加持还不够看了，就是要加恨，他只可以使你就是更进一步啊、哦，这个是很妙的啊，但是你自己你这个功夫做不够的话，那他是不理你的。我们说是阿弥陀佛，我们跑到哪里去？这个宇宙虚空这么大，我总有一定特定的佛啊，来给你接引啊。他是来给你接引，他有的那妙法，你是跟他这个我们学佛，我们的这个佛是以印心啊，真的，你的我们的心是在跟他在一起的，我们就印心的法门啊，就是无门中，我们就佛与佛来印心，哦，这是甚至我。这个告诉你，就是你跟你的妈妈也是一样，就是印心呐、啊。什么事情哦，安娘喂，什么妈妈喂啊、妈咪喂，就是这样嘛。而你真的和我们的以我们的佛来印心，哦，他也是哦，你跟你是在一起的，那这样就有。所以《金刚经》里头，我以后还会介绍，这是人家没办法把它拿下啊，就是点出来。《金刚经》里头，他还讲得很清楚，而只要你能够印心，你就能够能成就。而你够如何来印心啊？就是我今天就是想问我们各位，你有一定特定的佛来我们护持，为我们修行，我们才不会得到。我们就是来皈依他，他就能够跟我们啊同心嘛，啊，真的我们能够印心的话，这可才真正的法门啊！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比这个印心法门还好啊！你练了一个。也这个修了一大堆，你没有真正的知道这个法门，你是没办法成就的，啊，所以说末法时期很难修行嘛。现在人家啊，这个生小孩，哎，吃饭，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头，啊，赚钱又少啊，现在收入又繁忙，所以这个佛就告诉你，啊，佛告诉优婆离，你。汝今谛听，就是叫啊这个，优婆离为尊者都听，是弥勒菩萨以未来世当为众生重大皈依处，若有皈弥勒菩萨者，当知世人以无上道得不退转。啊，弥勒菩萨曾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时，如此行人见佛光明，即得受记。好、哦，你看，释迦牟尼佛啊，这交代你以后，大家能够为这个弥勒你就归弥勒为弥勒弟子，他能够可以啊、哦，你就能够得不对。对退转嘛，啊，就能够啊以无上道嘛，当事人以无上道嘛，你这样也一步一步的来修行，啊，以弥勒的法门，啊，
我们能够来修行都很殊胜啊。这个佛告诉优婆离啊，这个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哎呀，下回啊再见啊，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啊这样听得下去。好，好，阿弥陀佛，好，南无当来弥勒尊佛，南无当来弥勒，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